他不解决问题，他真不解决问题。他们现在都在这块儿在迟到呢。天天我市长热线，我给你来了。我是知道。没有监控，上来看一眼。这表没有，对。现在还有个马尔代夫。他是搞电的，对，那个有钱，那个有钱，这个没钱，你说开玩笑。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咱以后没啥事，慢慢就你给垮下来。站在这儿不是解决问题的根儿啊，根儿啊，找根儿，根儿不管，没有根儿，有根就不管，有根儿不管。副书记进来了，现在国防队员不会死人吧？垃圾这边也敢站？这帮人拉扯拉扯，这干啥了？我们就弄弄啊。东风玫瑰店在哪？就这个就知道。这个潮几年了吗？现在也没有水可垫着了。有点水吧？近乎连有。电没有。近乎连电现在还没有。我看它还发电机呢，是吧？几乎反正联系不到。现在水有。水管也没有，水表啥都安了，还没。这猴有的没交钱，那个水管自来水不让他讲。啊，不给他上水。煤气管正在施工呢，就是现在进户都是水电煤气都没有，都停电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？有两栋吗？